清理完前后挡板上的泥土，接下来该床下了。棺床下填满了泥土，要搞清楚床下的情况，唯有将泥土清理出去。清理床下泥土，考古人员会有怎样的收获呢？预料之外是考古的常态，很多情况下期望值很高，结果却是大失所望，但此一番未抱期望，结果却是令人喜出望外。棺床下竟然有人俑藏身，墓室里曾有人俑现身，有考古人员推测，历史上墓室曾多次被地下水淹没，人俑有可能是被泥浆裹挟进棺床下的。做出如此推测，疑问来了，为什么这些人俑大多呈背身直立状，且排列整齐？有考古人员认为，人俑是人为摆放进去的。既然是人为摆放，里边还会有人俑现身吗？稍微清理一下，就清一小块，往里面看有什么情况。这样清的话，咱慢慢往里面一看，这里面是砖，那就吹台了，就没什么东西了。要不是砖，也是俑，那得这里面还挺麻烦，就往里面清了。探寻未知，破解谜团，竹签率先感受到了神奇。里边真有了，又出来一个。那你看王老师看看。王老师呢？昊天，又出来一个，还是有啊？有，你看暂时还是有。还是有，哎，这样吧，把这个，把这青砖拿出来。这砖拿出来，拿出来不是也是这样往下，这下边可能是砖底，砖底了。嗯，那上面就是你这往这里面清吧，再往这轻轻往，然后往那边斜。或者想把它掏空的。啊，也行，给它腾，反正就给它拿下，就把这些也可以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就加固，啊，这俩，咱们这位置昨天不是都那给它拍了吗？拍了以后呢，量个尺寸，从这儿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量个尺寸，或者到这砖这儿就行。这个砖就不动它了。然后呢，画个草图，这底下没多少图了，到砖那儿。咱就从这个砖面。完了，你这啊，对，那位置一定要给它标好了，标清楚。先吉利一边清。嗯。你看，把这先拿出来。清方便呢，还是先拿一个清了方便？你还得注意上面，就是上面那注意。现在这你弄这边倒是没有土壤关系，但这边不太，倒不是太。你成了一块没事，成了一块没关系的，再倒没事啊。继续清理，更多的人俑现了身。从考古来看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是第一次发现，再以往其他的地方呢，包括我们安阳这个地方石棺床，包括大同啊，包括这个武威等地方呢，应该是让石棺床下面他们是不随葬这个瓷俑啊或者其他的那种随葬物的。那么这一次在安阳这一次就是龙安区这个石棺床下面呢，可以说是第一次发现，应该也是一次重大的发现。他这个脸朝外，其他都是脸朝里，这有点意思了这。他不应该这面朝这边，这还面朝那边，你知道？你看这放的时候啊，都没有正经放，按说这都这么放的。